反重力引擎，这一看似是来自科幻小说的概念，如今已经成为科技领域的一颗璀璨之星。 M-Driver 即电磁驱动，是一种独特的航天推进器，它的目标是通过利用电磁波在封闭的金属腔内产生推力，从而实现航天器在空间中的推进，无需传统的燃料。这种革命性的技术引发了科学界和航天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它有望彻底改变人类探索宇宙的方式。一拳三连，求个关注。 M-Driver 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98年，是由英国物理学家肖伊尔首次提出，其工作原理是基于某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封闭的金属腔内，当通过一定的方式加入微弱的射频电磁波时，腔体内会产生一个未知的推力。这一现象挑战了牛顿第三定律及行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的经典物理学原理，因此 M-Driver 被誉为反重力引擎。 M-Driver 的工作原理看似很简单，实则